喘了声音要送他离开，送他离开我们最爱的故乡。那喘了声音一下去，我觉得我心都快要碎了。到现在他也来不及看我站在舞台发光发热，可以让他骄傲。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。心爱再会啦！欢迎本月主打星陈梦贤。欢迎。梦贤，哇！哎呦，哭哭了、哦、啊！刚刚的上厕所剩下的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哇，真的很不容易耶！那个第一个字出来，我就好喜欢哦。真的，那个好，感觉那个真的有海浪的那个感觉出来，这样子，嘿呀、啊，哈！感觉你哎，我们真的没有想象、嗯，没有过过那种日子，就因为在小琉球，是啊、每一次离开都是跟船有关系，是。啊，真的会有那个船的声音哦，对、啊，一艘船吧，现在都是改吧这样，真的、哦，哇、okay ，其实我刚刚一头一句，哎，头一句，
就觉得呢，承载了很丰富的他的情感在里头。是是，我觉得一定有什么故事你还没有告诉大家。哦、好了，衣服打开吧。好，我尽量 hold 住。住在里面的是谁？住在里面的是爸爸。对，就是，其实以前爸爸是最疼我。然后他中年失业，然后每天就是在家里喝酒干嘛。然后那时候我要，那时候你几岁？大概十七十八岁。十七十八岁。对，那时候我就要出去赚钱，嗯，帮忙分担家计。然后可能是年少轻狂，嗯，就是每天看爸爸这样酗酒什么，然后就该 get 起这样，嗯，然后就一阵子都没有叫他爸爸，嗯，就跟他 get 起，直到他车祸离开，在小琉球吗？对，然后那个。喘了声音要送他离开，送他离开我们最爱的故乡。那喘了声音一下去，我觉得我心都快要碎了。到现在他也来不及看我站在舞台发光发热，可以让他骄傲。这是我一辈子最遗憾的事。然后这首歌最后的一句再会啦，我就希望我是。好好的跟他再会，以后想到他，我不会再是不会是这么难过，我会是开心的。在大家心中，我会永远是那个开心果，那个最开心的陈梦贤。